性保存液真的可以代替生理食盐水吗？大家都知道生理食盐水是一个能够放松眼睛，当眼睛酸痛的时候可以滴的东西。那戴过隐形眼镜的人，尤其是年抛或是月抛的，他们都一定会经历过一个叫做保存液的东西。那保存液的东西呢是怎样的？就是呢，因为你要保存起来嘛，那个老板总会跟你讲说，保存液呢，你用这保存液就不需要用生理食盐水了，等于说你保存液就可以代替生理食盐水。那我这边刚好有一个保存液，当我眼睛酸痛的时候，我也可以用保存液让自己的眼睛舒服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今天就来试试看，当我眼睛酸痛的时候，能不能用保存液让我眼睛舒服起来？就这样。第一个步骤呢，我要让我眼睛酸痛，用我的手指头去碰我的眼球。步骤二，我用生理食盐水来滴我的眼球，让我看看会不会舒服起来。好舒服，太舒服了，实验成功了，太成功了，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哦，这个真是棒，太棒了。